因为圣经讲到一方面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救主，都是我们的朋友，并且是我们的新郎。所以呢，我们试试用一个很亲切的方法去亲近他。即是譬如你不会跟你的新郎新娘说我好爱你的，咁你会好柔和地从心底处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好爱你的。我们试试从心底处发出，我们一起起身去亲近我们的主，爱慕我们的神。最重要是即是个心里面求主怜悯我们，加力给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你都求主复兴我们的生命，更新我们的灵命。哈利路亚，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用解冷漠重点我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复兴之火，求主赐圣灵火焰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用解冷漠重点爱你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求主更新我的生命，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，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，用解冷漠重点我哋的心，盼主赐下复兴之火，求主更新我哋嘅生命，使用我哋嘅生命，帮我哋同神有一个密切嘅关系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多谢耶稣，主耶稣深深爱我哋。我们知道耶稣好爱我们，我们就回应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好喜欢同我们一起。圣经讲到任何一个小子来到神的面前，神都欢喜的，并且他们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。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无论我们怎样卑微，我们就来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们深深爱耶稣，耶稣一定喜悦的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，你深深爱我，我的心爱慕你，你是我一切。是你冠冕上宝石，也是你眼中的瞳仁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深深爱我，你深深爱我，我的心爱慕你，你是我一切，我是你冠冕上宝石，也是你眼中的瞳仁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，我是你冠冕上宝石，也是你眼中的瞳仁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，我的心献给你，完全属于你。
将个心整个心献晒俾耶稣。耶稣啊，你想我做乜我就做乜。抑或我哋话事咧？其实我哋话事咧，反而唔系最好噶。耶稣话事系最好噶，整个生命献俾耶稣系最好噶。主，我恳求你，让我哋时时拉住耶稣。圣经讲到咧，我哋自从出母胎，直到我哋发白，神都拥抱我哋。所以我可以挨住耶稣，你可以想象耶稣喺你周围。圣经话佢喺我哋前后环绕，我哋按手喺我哋身上，你就挨住耶稣，因为佢喺你前后环绕你。神喜悦我哋同佢有呢个深深嘅爱嘅关系，喜悦神。圣经话咧，以神为乐，神就将你心里所求嘅赐俾你，话最大嘅锁匙得到你心里所求嘅，得到祝福。是以耶和为乐，以神的事为念，以神为念。主，我紧靠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紧靠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紧靠你，尽我心，尽我心，依我你，依我你，主。我紧靠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紧靠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我紧靠你，尽我心，依我你，依我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我紧靠你，以爱更触摸我心。我只归你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，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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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，我紧靠你，紧靠你，主，我紧靠你，我紧靠你，尽我心，依我你，依我你。将我紧拥抱，我只归你，我只归你，属于你，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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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归你，只属于你，我只归你，我只归你。主啊，我哋嘅生命属于你。嗱，你愿意话，你可以向耶稣讲：耶稣，我生命属于你，求你使用啦。耶稣好欢喜噶，耶稣，我属于你，我唔再属于自己啊。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啦，系基督喺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嘅儿子而活。主耶稣帮助我哋，时时咧喜悦神，将生命献上俾神，神就欢喜啦。现在我用奇恩典的诗歌，一个自由的诗歌去亲近主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在神的爱中，在天堂开开心心享受耶稣。耶稣爱着我们，耶稣爱我，唱喎，睁埋眼更加投入，好似祈祷咁样。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到永远，耶稣爱。
你今日嘅心里面有沉重嘅，你耶稣啊，安慰我嘅心。咁爱耶稣，因为我哋有一切都系神嗰度嚟噶，我哋嘅生命系神嗰度嚟，我哋有周围嘅花草树木、环境、宇宙、泥土、雨水都系神嗰度嚟，救恩系神嗰度嚟，圣灵喺我哋心中感动我哋，带领我哋系神嗰度嚟，神会赏赐我哋做任何小嘅事为耶稣做，就算一杯凉水俾一个小子。神都喜悦和赏赐，所以我们可以很开心而有永恒的赏赐，永恒的天堂。我希望大家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你跟耶稣说，耶稣我真的很爱你，从心底处发出，耶稣我爱，耶稣我爱，耶稣我爱耶稣到永远，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到永远，从心灵发出。神啊，有你真好啊！并一以神为乐，就是说呢，我的喜悦、我开心的是从神而来，主要从神而来。当然世上好的东西我们会开心的，不过主要从神而来，也都数算所有好的东西来源都是来自神。你有好的家人、好的家庭、好的朋友、好的弟兄姊妹、好的教会，都是从神而来。所以我们回应神，神啊，我真的爱你。我们再唱一次，从心底处好喜悦神。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到永远。爱耶稣，亲近耶稣，我希望大家今世都是时时是这样。我由早到晚我都是多谢耶稣，赞美天父，我欢喜神，我喜悦神。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，你就得力，你就不会疲倦，你就不会忧伤，你就不会没有力量，你会充满力量。多谢耶稣，赞美天父，多谢耶稣，感谢天父，我们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多谢天父，多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多谢耶稣。